最近有订一个东西啊，分享给大家。从海外订的哦。先开箱一下。就是这个。我们星海的水晶塔。我现在来试看看它可不可以用。开了，怎么拿呢？看啦，出来了，水晶塔出来了，后面还有塑盖，拔不起来。要把它破坏掉。耶，线拆掉了。现在要把塑带剪掉。出来了，就这么大，你插电看看哈。来看看它的灯光效果。插电在这里，这里。电就插在我买的魔术方块上面，哦，好险。来喽！打开，有没有感觉？把灯关掉看看。我感受到蓝色的光。对，这就是暴风雪的神珠水晶塔。后面还有一个 USB 孔可以充电，大概就这样了。